嗨，Hi, 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本周每周华尔街的节目哈。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问题，所以我用音频的方式来跟大家做这个节目。那我们看到这个周五的时候啊，因为 P C E 的物价指数，大盘呢出现过很波动的情况。呃，P C E 公布完了之后先跌，哎、呃，跌完之后呢又强力的拉升，创了一个新高之后，再度的收跌，而且跌的还挺惨的。那这个我们之前啊一直跟大家去讲过，我说呃我是看跌纳斯达克的。 然后呢，我觉得纳指不行。那其实这么现在来看的话，好像是对的哈。但事实上，这就是实操和分析的一个区别。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的时候呢，我在纳指啊突破了前两天这个三十分钟箱体震荡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做做空的 SQQ 仓位我给止损掉了。然后呢，市场就一路的拉升，拉升起来之后再。 呃，回踩下来的时候啊，我还甚至觉得是有机会再去做多的，因为毕竟指数已经都创了新高了嘛。但是哎，没想到大盘呢又再度的向下，去走了一个新低的这个局面。那我觉得，呃，这个位置上面哈，市场是。 呃，图形上来看是不好看的，或者说呢，最好的结局可能是一个高位的震荡行情。但是有一组数据我不得不重视，然后也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在呃历史的这个数据统计下来看哈，这个历史数据甚至从这个呃九八年一直到二零二二年，整个这个过往的历史记录里面，每年七月份都会有资产规模差不多是九个基点的新资金会流入到共同基金或者说是 ETF 里面。 那么，在整个的这个二十九万亿美元的资产中，七月份的资产流入量差不多是二百六十亿美元，然后在八月份和九月份，呃，都会有一个回调。从一九二八年以来，七月份整个上半月是整个标普一年当中表现最好的两个周期交易日，尤其是呢，在这个呃。 呃，这整个的这这个周市场结束了之后，是整个上半年就收官了嘛？那么罗罗素指数呢，会有一个一年一度的重组，然后也就是呃程序化交易会成为这个七大超级碗事件之一。然后呢，还有月末季末养老基金再度平仓，那很有可能呢，呃，在这个周五的时候，我们看到是有价值一百一十亿美元的这个股票呢。 呃，在周五的时候做了一个清仓完毕，那么在下个周的时候，他们就面临一个重新的再度进场，所以很有可能会对股市有一个利好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啊、呃。所以呃，根据过往的这个数据来看哈，大家还是不得不重视呀啊，因为这个胜率是非常高的。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呃有一个整合的数据哈，一九二八年以来七月三号是标普指数正收益率最高的一天，占比是百分之七十二点四，然后七月一号是百分之七十二点零六。 七月份前两个周整体的这个表现就是往年最高的。那么只有在七月份的时候，纳斯达克呀只有一次呃负回报，就是在二零零七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数据呢，我们也不得不关注。那在这种背景下，我倾向于大盘可能是震荡，没有波段交易的机会。然后呢，呃，但是有短线交易的机会，这个短线就随行就市吧。所以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呃，这个比较重要的数据情况，希望呢对大家有帮助。那本周呢，我的收益率是很不错的，但是在周五的时候也还是回撤了一些啊。但是大家看到，依然还是有很不错的这个收益率。那我觉得，呃，一个是特斯拉，诶、呃，大家看到它的这个表现是非常好的，所以特斯拉能涨起来的话，我就会呃好几倍的去、呃，也不是好几倍吧，两三倍的去跑赢这个特斯拉的走势，因为我是上还有期权的这个仓位的配合。 那其他的这个仓位呢，我还是呃觉得有一些的 AI 的股票还是不错的，嗯，比方说这个戴尔啊、惠普啊，呃，下个周在短线交易上面，大家还是可以去关注的。但这个前提就是你看到他们三十分钟是在一个小箱体，这个小箱体突破的话，是值得我们去做一做的。在配合上，主要是配合上我刚才讲的这些数据。好，那希望今天的这个分享对大家有帮助。那么。 我们这个周呢，无论是短线交易还是呃波段交易，都有一个还挺不错的一个回报。然后，如果大家在交易当中也是迷茫的啊、呃，也是不知道这个交易上如何去买卖，或者说是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股票，那么呃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吧？和我们一起在市场当中去交易去获利。好，谢谢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汤姆孙，欢迎收看我们本期节目。 呃，一句话形容本周美股市场，那就是在高潮中灭亡啊！今就是尽管呢，本周美股两大指数纳斯达克和标普是盘中再创历史新高，呃、啊，但是呢，啊，就是在开盘之后没多久啊，啊形势急转急转直下，就是拜登。 在就是首次电视辩论中的就是灾难性的表现，这是彭博社对他的评论，说拜登的灾难性表现，就是加速了投资者或者是加速了就是所有的选民啊对拜登的这个疑虑吧，所以说在周五呢，美股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甚至是呃。 就是到尾盘加速下线的一个局面，也意味着美股短期的这个上涨趋势可能已经结束了。尽管盘中一度表现非常强，就是比较唬人，但是，呃、大家也看得很明白、啊，拜登这次表现，呃，就是让选民对他的支持率反而下降了。有几种就是民意调查结果，呃，就是。 显示拜登的支持率最好的情况也只有百分之三十三，川普是百分之六十七。比较糟糕的一种调查结果是，拜登的支持率是百分之二十八，呃，川普是多少来着？我看一下，就是是更高的一个选项是百分之六十六，就是这两个的差距很大。就是说，除非拜登出大招，否则的话，呃，就是可能。 呃，难以出现扭转局面的这个情况。另外一个就是在今天的盘前呢，美国是公布了一个，就是五月的核心 PCE 物价指数，呃，年率是二点六，是符合市场预期；月率呢是零点一，呃，也是符合预期，但是是二一年以来的新低啊，而且呢，就是也是与上个月的零点二相比，有一定的回落。 啊，当然呢，这个数据其实并没有对，就是黄金产生过多的影响。黄金冲高回落，啊，可能就是目前黄金在当前的这位置，对这种利好已经有点视而不见的意思了。个股方面，呃、啊，本周呢，几个科技巨头都表现出了比较难看的走势，英伟达冲高回落，然后苹果也是。 在连续反弹之后，周五来了一个大幅下跌的走势，呃，甚至其他的科技巨头，包括亚马逊、呃、微软、谷歌，都是呈现了一个非常难看的这样的走势。也就是说，下周呢，呃，我客气的，不管是从技术面还是从呃基本面啊，因为拜登这个基就比较糟糕的表现，意味着。 可能市场对于呃对他连任的这个预期已经降低了，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预期降低的话，可能就是粉饰股指的这个必要性可能也在降低。我觉得，除非拜登，呃，就学特朗普迫使鲍威尔提前降息，或者说是释放宽松的流动性啊，我觉得给大家发点好处可能会有点用吧。但是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我觉得就是大家。 觉得拜提前觉得拜登可能会要结束了，呃，特朗普卷土重来，呃，会引发市场比较大的波动，这也是比较呃需要值得注意的一点。另外呢，下周因为是七月份的第一周啊，我们将会迎来重要的 ADP 就业和非农就业数据。然后呢，周四呢是美国的国庆节，是一个假期，啊、呃，但是整体来说，呃。 在即便是在这样一个比较短的一个呃交易周啊，我们整体上对下周并不是特别看好啊。当然呢，呃，如果美国的这个就业市场出现放缓的迹象，我们还是提前可以预计一下，啊、美联储的这个降息预期可能会有所升高，到时候可能市场也会有呃一定的这个利好吧。好，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 J，a y 今天继续来做一个盘中分析。啊、呃，这是纳指的日 K 线，今天呢有个长上影，然后杀了一波，嗯，非常狠的，现在正在反弹。啊、呃，早上呢大起大落，就是嘣嘣嘣嘣上去，嘣嘣嘣下来。 然后把今天的低点还要破了，呃，现在来看，早上就是很明显的又多，现在没有太明确的一个方向，有可能啊是做这种日线级别的震荡，因为它是连续两次动能抵消。 这一波上涨，抵消，抵消完又再抵消它的下跌力量，所以看上去就有可能是这种高位横盘。呃，波段仓的话，好像是比较难找到机会，可能是可以找一些机会，就是由日内延伸到波段的。 留点尾巴之类的，现在没有太明确的方向，所以还是需要小心。肯定不能在这个位置做多了、嗯，可能可以找到机会做空，但是不一定，要再看一下。然后这边的标普啊，几乎也是一样的。 常上瘾，冲了一波，全部杀回来。那这边呢，就更像是一个震荡上行，还是以震荡为主。最近十五分钟级别来看。 突破了下面这里的震荡区，但是是一个假突破。特别这边涨多少，跌多少，全部回来了，也好像不太乐观，还是以一个震荡为主吧。啊，要不就是一个这样的震荡，大的震荡区。 要不就是一个刚刚画的那种震荡上行，但是震荡上行的话，大概率会破，往下破，破完以后，啊，它是真破还是假破就不知道。目前来看，还是觉得耐心等待机会会更好。啊，跟纳指的看法几乎是一样的。 做多没有机会，可能会有机会可以做空。然后这边看道指，道指这边做了三天的震荡上行，但是这三天呢都是有上影线，特别今天。目前来看。 呃，板块轮动的资金不知道有没有已经做完了这一波，但是我们要做好准备，有可能已经完了，那可能就会迎来一个这边也会回调。目前来看，它这边涨的也不够干脆啊，这边在震荡，震的涨。 也是一个不太明朗的一个情况。如果有仓位在下面做波段的话，还是减仓，然后就控制好风险。目前来看，这边的不太适合做空，可能找机会等它回调，在蓝色线这个震荡区中轴再看一下 K 线形态。 往上做可能的优势会更大，然后这边啊是，我罗素，它是跳空高开冲一波以后，然后又回来了补了缺口，啊，同时呢，它也是跳到了一个这个震荡区中轴这边的一个压力位，目前来看。 啊、呃，四个指数，我还是最看好是罗素，因为他这几波都没有怎么发力，而且这边呢，也是一个四小时级别的一个震荡下行，然后今天碰到了压力位，双雄压力，在这里中轴压力跟啊、呃、这边的趋势线通道上沿压力。 但它的结构没有改变，这边的结构还是震荡上行，看会不会有发力往上冲的。目前来看，这边的还是找机会做多，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优势。而且这里也可以看成这里一个震荡区。那今天突破以后，看它回来。 这边呢，这个突破回踩其实不太漂亮，因为它踩的太深，踩踩的太快，但不排除它也是依然有机会这样踩上去。这边呢是留意机会做多，看一下有没有一些 K 线形态。然后比特币这边呢，震荡区又回来了，震荡区的下沿小震荡区。 三十分钟级别，那这边可以尝试一下波段做多、啊、特别是靠近震荡区的下沿，有明显的一些往上走的一些 K 线形态，那就可以考虑一下。OK，然后另外一个 NVIDIA。 它也是横着走，往上去，其实可以这样看，两个顶部，好几个底部，正在在这个震荡区里面整理。那如果不知道怎么做的话，嗯，你想做短线，你可以尝试一下震荡区上面买，啊，下面买，上面卖。 这也是其中一种策略，但是目前来讲呢，我还是觉得它比较难走一个这样 V 反上去的一个情况，比较难，因为这这几波已经明显看得出来，它的涨势已经放缓了，大盘可以反弹出新高，而且还是低概率的事情，它出现。 作为龙头，NVDA 没有出现跟随大盘出现一波反弹新高，它反而是在下面的震荡区这里窄幅震荡。啊、呃，目前来看，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还是做空的机会比做多的机会可能要好。另外一个需要讲的是特斯拉，它今天出现假突破，挺好的上涨，但是。 更猛的一波下杀，我看他有可能会回来一百九十四，有点可惜啊。我觉得本来看这一波有可能直接可以上二零五，但是只能去到二零三，其实也算是不远，但是没有去到这个目标还是有点可惜。首先看他回来一九四这个位置，他会有什么反应？看他守不守得住？ 守得住的话，还有可能继续上攻；守不住的话，可能又要进入一个震荡整理。好，OK，那今天就先这样了，我们下周再见，拜拜。今天的月末最后一天，六月份的这个收官行情呢？ 确实令人比较头痛啊！首先从泉州来看的话呢，今天这个地方是开出了小双顶，然后月线呢暂时没什么问题。我认为呢，从数据上来看呢，目前还是要以啊、呃、这个多头的形态去看待大盘啊，毕竟今天跌回来确实是没有破位的啊。 呃，在没有直接去跌掉这个前期低点，让这个均线拐头下行之前呢，我觉得二十 MA 往上抬的时候呢，还是会形成一个有效的支撑。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走出一个破位的行情呢？我们才能短期去看跌市场啊，不然的话，我们就只剩下一个后续看跌调整的一个预期罢了啊，并没有形态上的一个支持。 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做空、呃看空的观点呢，需要往后去再进行一波观察啊。毕竟今天虽然波幅大啊，但是留下的周二、周三、周四的缩量的这种区间，顶多啊就算是拉上去给了一个大幅度的缩量回调罢了，好不好？实际上整个行情走下来，今天都还是一个。 头头高，对不对？底底也没有出现低点的一个行情，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呃，如果你说它是一个扩散形态的话，我也能理解了，好吧？啊，扩散形态总有呃到达极限的时候嘛，对不对？但是什么时候是极限呢？我认为还是要等，啊，下个月的国庆节过完呢、啊，就独立日过完呀，然后 CPI 过完呀，PPI 过完呀，就选这种。 啊，比较关键的周期去看待这个方转，好不好？那我们下周的一个预期呢？我们如果非要选一个方向的话呢，我们还是先看回调。但是如果说，呃，我们要去做一个呃长长周期预期的话呢，我们还是会先去呃等待一下的，好不好？那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观看，我们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再见，拜拜。 Q Q Q 五浪子二浪回调，下周继续看新高。大家好，我是山本。今天市场巨幅波动，纳指一百期货的高点与低点是三百六十七点的波动。老王和大家说声抱歉，因为周二、周四已经做了两次直播，今天市场很波动，让我代表团队来简单 recap 下哈。今天 P C E 数据后，市场三根蜡烛线是狂飙狂跌，暗示市场资金的博弈。 我们认为，拜登昨晚表现决定他总统命运定格在明年一月。川普只要顶住七月十一日的纽约判决风险，将问鼎下届总统。秋 Q Q 五浪冲顶和前期高走了一个双顶，然后回调。我们认为是五浪一冲顶结束，二浪回调。今天和昨天非常类似，英伟达触及一百二十二到一百二十三后直接反弹，特斯拉冲高回落，继续跌破一百九十八点八七前期高。 下周即将出出货量报告，英维达是第一浪在一百二十九到一百三十区间，我们看节后有望新高。下周如何看？下周三是半天交易日，下周四是国庆，我们继续看涨市场。国庆周没有下跌理由，那只突破今天的高将开始三浪上涨。我今天日内零比三，很抱歉，这种波动不适合我们数浪的，但是我们的波段期货仓位却连续两次止盈。 一触即发，完美！天杰只赢了 QQQ，昨天的看涨期权差点翻倍，创下辉煌。现在持有苹果和 LLYHSY 看涨期权，苹果我们暂时看不明白，满仓英伟达和大家一起暂时被套。大家周末愉快。